另外，史努比今年迎接70岁了，那这次举办快闪店到了高雄的购物中心。我们看到这个快闪店当中到处都是史努比，有玩偶，有衣服，有钥匙圈。那除了史努比之外呢，还有另外一个主角是查理布朗。那么整个快闪店当中大概有上百样的限定商品，粉丝一次可以满足搜集史努比的愿望。